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认识我了吗？我昨天那个小伙子吗？喂。不认识啊。你叫什么？你谁啊？这是州公安局是吧？是的。啊，我想就是那个，我想，我想有件事跟你可以说吧。喂。啊，你说。啊，就是我是这样的，我从国外给你打电话呢，现在。啊，你说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我爸在我老家是伊宁县的，伊犁伊宁县知道吧？喂。啊，你说，你说。啊，伊宁县五一公社人，我现在是国外，就是哈萨克斯坦移民到哈萨克斯坦了，我们家人全部就是移民到这边了。然后我爸去年在12月份左右到中国了嘛，到了我们那个五一公社。到了以后，我们那个村里的那个警察抓走的，去年12月份抓走的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那几天，我听那个那边人他们说，又判了3年，他们让他又加了3年。我就想不通这为啥抓呢？他放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我就想不通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州公安局是怎么解决的这个？我说你前面联系的哪儿？前面我跟那个伊宁县，你们打过电话吗？昨天打电话了，昨天打电话，然后我这个信号不好，这个然后挂了，然后今天又打电话了嘛给你。啊，你前面联系哪吧？前面联系我跟那个伊宁县五一公社的人打电话了，不是公安局，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就不接，啊、都不接，然后在那个，喂、啊，你打哪个电话？你打哪个电话不接啊？给那个伊宁县公安局电话，然后给那个打电话，伊宁县公安局哪个电话？那个公用电话嘛，他们不是那个座机嘛，座机。哪个电话？你座机，你号码说一下。号码，等一下啊，没找到那个。没找到。啊哈，我等。你现在在打，我给你，因为现在的电话，我给你再打。啊，你给我给一下。77870000。你说。喂。0999778700。0999。然后0999多少？后面79997787007789000000，就打这个号码是吧？伊宁县公安局的是吧？这是7789000000，7789000000已经接上了，就打这个伊宁县公安局的。这个您不管吗？这个？你这个情况我们这不了解，只有伊宁县了解啊。哦，伊宁县我已经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什么具体情况我们也不了解啊，你打伊宁县电话。哦，我等一会给他们打电话，如果不接的话，我给你又打过去好吗？好，再见，谢谢你了。你好，是我的先。啊，这是伊宁县公安局是吧？啊，对。啊，我是从国外给你打电话，现在在哈萨克斯坦给你打电话呢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我是以前是伊宁县五一公社的人，现在移民到国外了。我们家人全部移民到国外了，现在就是去年，2017年，12月份，我爸到中国去了，他就被抓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，这咋回事？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只是指挥中心接派几个地方，你说这个涉及于那个啥，收押人员我们不太清楚。哦，他咋回事？然后他们说又判了3年，又加了3年，我就想说他放火了还是杀人了，我就。然后刚给你们伊宁市公安局打电话了，不是给伊宁市公安局打电话，他说给你的号码，就给了你们的这个号码，给这个伊宁县公安局打电话，他说我就然后给你打电话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的接警平台，我们专门是接派警的，你说这个收押人员情况我们不清楚。啊，这个我去哪打电话？现在我给谁打电话呢？现在当地派出所或者村委会或者哪里，就直接问你们你的啥，就当地。他们像你们收押，他应该会到你们那个啥户籍地，会给你有反馈的。他们什么的情况不说，直接抓走，他们把那个护照也拿上，护照全部扣上。去问派出所去。派出所，我派出所，我在国外呀、啊。我在国外，我咋去啊？我只能给你们打。哪个地方的？你爸是哪个地方的？我爸是伊宁县五一公社上阿布拉市的。五一公社，来，我给你五一公社派出所电话号码啊。啊，你五一公社啊，你给我说一下。你记一下42541119。42541119是吧？喂，喂，我刚跟那个五一公社电话打电话，他们关机呢。那我们座机就那一个电话号码。这个你们不？派出所电话号码。就一个派出所电话吗？就一个电话吗？他们？对啊，就是他们就一个座机啊，我没有权利给你他们私人电话号码呀。没有，他你42541119是吧？
对啊。那个我打电话，大哥为啥关机呢？这上班，他上班都没上班。肯定上班啊，肯定是。上班还关机，他们电话为啥关机嘛？关机呢？现在你所报的电话已关机。哎、你这个问题问我，你这个先问问我，我怎么知道他关机？大姐，你们是警察是吧？应该替这个老百姓、啊，老百姓解决事情是你们警察是吧？是不是？但是有些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，有些不在我们范围之内，我们怎么给你解决啊？那我现在咋办呢？现在给那个五一公社人公安局打电话，他们关机，大白天的关机，关机啥？现在我就想不通。刚给已经是公安局错了，人家都哎，你哪听？你去哪听过那个座机会关机的？我哪知道？我给他打电话，现在关机呢。给你们打电话这么，给你打电话现在通了，给他打电话关机呢。你好像那个电话说错了吧？好像你再记一遍，4254119。4254119，我刚打电话了已经，关机你。119没有五。4254吗？对，119。我打电话了，大姐，我打了两三次，关机。你再打，你再打，这是110，我们是110。好。负责接派警，你有咨询只能问他们。好的。解决不了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嗯，喂，你好。刚刚给那个物业公司打电话，他不接。怎么可能不接？不知道，那我不知道。给他们打电话，有的时候关机，有的时候他们打了几次，我十几次了，打电话不接。这个事情我咋弄呢？现在。给我一个能联系到你的联系方式。联系我就我在国外，怎么联系啊？那你说嘛，怎么联系的？我这。你说你打不通，我说我联系你了，你又说你在国外。啊哈，在你电话上没显示吗？我在国外啊，那个电话号码。这个这样事情，这我去哪告啊？我去哪找谁去现在？你可以问派出所，联系方式也给你们了，他给你告诉了，这是我们接警中心。啊哈。我们是接110电话的，不是给你解答这个问题的。一零线有没有解决这种事情的？不清楚。一零线有没有解决这种事情的？我跟你说了打派出所电话，你说了没有？派出所他们不接电话，我去哪派出所？不接电话是你没打通。我已经打通了，打了几次了，好几次了，没接他们不接电话。你记对了没有？来，你给我念一下你记得啥？电话号码是吧？4254119。我们都打通联系了，我们这边能打通了，你打不通啊？我咋知道他给他打电话他不接？那你给他说一下打电话。那你咋知道？我们咋知道呢？哎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。给你们打电话，这不是通的吗？给他打电话，他们就不接。他们不可能不接的，24小时值班，怎么可能不接？我也就想不通了，这个公安局怎么为啥不接？刚我给那个宜宁市公安局打电话，他们说给你们的号码，宜宁县的号码，然后就。我说吧，你接电话吧。喂，我们这边已经打通了，你看这继续联系就行了。好，我可以等一会儿就联系给他们。喂，你好。他们我打电话他们不接。怎么可能不接？我这边就能打通，为啥你打不通啊？大姐，我说实话，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们不接电话，我打了几次已经，打过了几次。但是我跟你说也是真的。啊哈。我跟你说也是真的，我跟那边都联系了。他们说啥呢？他说他我。我就说让他给你打电话呀，具体位置我们也不太清楚啊，你是哪个地方我不敢知道呢，意思让你给五一公司联系，他说好，我们等他联系。现在接到你的电话。现在我给他是真的，我给他打电话现在不接呢，我打了十几次了已经不接，有的时候挂掉电话挂掉呢现在。哎，他们知道你电话吗？他说你。我咋知道？给他们打电话现在不接呢，给你们打电话现在这不是通的吗？给你打电话通的，给他们打电话就他们不接嘛。那给我个联系方式嘛，我让他给你联系嘛。他的能打国外吗？国外的话，他给我打电话呢，就现在。那行，你说嘛，你说，让他给你联系，我看他能不能给你联系到。8777。8387。8387。3377。399。399。等一下啊。399。8397839是吧？啊哈，839，9925，9925。等一下，八三个七，8399925。啊，9925。啊，你先给我讲一下，你们家原来是哪地方的人？五一公是哪个地方的？五一公是上阿布拉市人。上阿布拉市。啊哈，上阿布拉市。上阿布拉市。上阿布拉市。
你爸原来叫啥名字啊？我全名，你爸全名。我爸叫杰贝克·伊勒米斯，哈萨克。杰白克是吧？杰伊勒贝克，杰伊勒贝克。杰伊勒白克是吧？啊哈，杰伊勒贝克·伊勒米斯，伊勒米斯。杰伊勒白克。伊勒米斯。多少？伊勒米斯。一。伊勒米斯。啊哈。行，我这边问一下。好好。好。哎。喂，嗯，他们说啥了？接电话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连上了派出所，我给你正式解答一下。啊哈。他说了，如果你想了解的话。啊哈。哎，我听着。因为你是中国人。啊哈。因为你是中国人，如果你很想了解这个事情的话，只能回国来了解。这个电话方。回国。电话里面不方便透露任何消息。没有，只是我是没有这样子，大姐，你姓啥？喂。别管我姓啥。没有这样子，大姐，这是这样子。我是国外人，我不是，我现在不是中国人了，我现在是国外，已经移民到国外了，知道吧？行，我跟你解答解答。我有，这个、没有这样子。我了解，别的任何电话号码，任何给你透露任何消息都透露不了。你完全打到不了是吧？如果你打到不了，你给我说，你这个答案，我不能回答，你就给我说，然后我就找别的，就是找领事馆，然后外事馆，我就找全部。如果你们不能答回答，他为啥？我爸我。我们不能回答。没有，他无业公社人为啥不接电话？你给我说一下，为啥不接电话？喂。喂。啊。这个事情咋弄呢？你说咋弄呢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如果你想了解的话，自己回来了解。哎，我为啥回去？我是国外，我从国外，我找我有责任找我爸爸吧？有没有责任？从国外打电话有没有责任？我刚才跟你说了，你给公安局打电话。没有，我给他们说了，上次我给他们说。打电话。我给他们说了，没有。报警电话，你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不是我。在国外也好，在哪里好，我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我没打扰你们的工作，我是我有我自己责任，知道吧？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解决了，你一直在打这个电话，你就在干扰我们工作了。我现在找谁去啊？他们又不接，我找谁去？喂。无业公社电话是吧？那我就那我就打一定是公安局的，那就没办法别的，那就。啊，行，可以可以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刚你不是给的那个一零线代号号码吗？啊。他们说他们说解决不了，然后他给我的是那个，我是以前是我是一零线无业公社人嘛，然后南充的吧，我是上阿布拉斯村的，阴县无业公社上阿布拉斯村的。我让你给村委会打电话，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说那个电话给你们做解释了，没有，比较了解你情况。我了解了，刚刚你阴县那个公安局打电话，他们给我了那个啥无业公社电话，无业公社电话打了他们又不接，打了20多次电话不接。无业公社不接？啊，电话不接，不接电话。那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啊？好，哎，你好。哦，你好啊。这是无业公社派出所是吧？啊，你是哪？你那是啊，可以。你是哪？那个是。啊，你是哪的吧？那个啥，我是那个以前是上阿布拉什人，然后在现在移民到国外了。喂。哎。喂，你好。啊。这是伊犁州公安局是吧？对，你找哪位？我想问一件事，可以吧？啊，什么事？你说。这是这样子，我爸去年12月份被抓的，无缘无故的抓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，这咋回事？就我想问一下，这。你爸爸被抓了，我不清楚，你是哪个地方人？你在哪？我是以前是伊犁县的人，伊犁县无业公社的人，现在移民到哈萨克斯坦了。哈萨克斯坦了，我全家人。移民到哈萨克斯坦了已经。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你这个具体你要你找你找伊犁县公安局，打伊犁县公安局电话。我已经给伊犁县人打电话，他们给无业公社，无业公社公安局打电话，他们都不接电话，这咋办呢？啊、我2-3天了，一直打电话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们这总机不负责。啊，我去。对你父亲的事情，我们不清楚啊。啊，这样没有。大哥，这样的事情我去哪搞？
找。我刚刚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就找你们鹰县公安局，你不是以前鹰县的，他的鹰县就叫鹰县呀。我具体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这总机具体不办理案件，具体鹰县的事情还是鹰县公安局，好不好？对对，那个我明白了明白，但是这样子大哥，他们我给鹰县人打电话呢，他们就说你给那个五一公社人打电话，五一公社警察打电话，然后给五一公社打电话，他们就不接，一直不接电话，然后给鹰县人打电话，他们就说你别打扰我们说的这样的事情，我现在没办法了，我去哪搞？我是现在我们都是国外人，就是不是中国人了，已经是移民到国外了是吧？所以我想不通他为啥。然后他九个月了还没出来，那两天我们听说他又判了三年，然后我就想不他就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，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，因为我们这是总机，这是哦对对的，我他不办理案件怎么能清楚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他找你们鹰县公安局吧。啊，没有大哥，这样的这样事情我去哪搞？就是鹰县他们也不管，魏公社也不管，你们也不管，我去哪搞？这个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不懂这方面的业务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不太懂，这方面你还找他们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好，没啥事就这样的啊。喂，你好，指挥中心。嗯，你好，这是鹰县公安局是吧？是的，鹰县公安局指挥中心。啊，我想问一件事儿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我是鹰县五一公社上报办事人。然后啊，怎么了？去年2017年去年12月份，我爸被抓了，抓到现在还没出来，然后又判了三年，我就想不通这个为啥他们为啥抓无缘无故的抓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，又一个消息都没有。他是心脏病人。喂，喂。等一下，请稍等一会儿啊，我叫一下我们的指挥长。啊，那你叫一下。